我们今天是中秋节，然后上午现在上课，现在已经是11点了。然后上完课之后，我们打算去那个市中心的步行街，然后逛逛街，吃吃东西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已经下课了，然后这是学校，这是这一条河，河的那边是学校的一些大楼什么的，然后这边这个像公共厕所一样的小楼就是我们的那个系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就要去市里逛一逛，然后因为现在才1点，我们就想先去大教堂里面看看。哇，好美啊这儿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门外的桥上，然后那个方向是学校那一带片，这里有一个大水坝，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。高威特产一个传统的戒指，有一个美丽的故事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的一个博物馆，然后也可以买戒指在这里。非常可爱的小红房子，他们戒指的造型都是这样的，经典造型，两个小手捧着一个爱心。他们原来是做那个金匠，但是现在就是也可以做白金呀、银呀，也可以。这个戒指从侧面看就跟米粒儿一样大小，用放大镜应该是可以看到的。哦，是这样，可以看到，这是他们做到最小的一颗戒指。这条街上有两个中餐馆，一个是西安面馆，然后它对门是一个煎饼店。这一条街都是酒吧，一条街，很多人在这里
喝酒，而且他们喝酒习惯是干喝，就是很少会配一些吃的。嗯，跟我们中国那个味道不一样，然后里面的蔬菜放的特别多。嗯，它真的有一股那个咖啡又带着酒精味儿。就为什么爱尔兰咖啡是酒精的呢？是因为爱尔兰咖啡是啤酒加咖啡才是爱尔兰咖啡啊，所以这个很好吃。好急啊，从刚才那个地方过来，然后这里就是入海口了，河从这边汇入大海，然后在这里的水边就可以闻到有一种海腥味儿了。这一整条街就变成了全是醉酒的人和即将醉酒的人，然后我们要找一家餐馆去吃饭啦。这个是爱尔兰的经典啤酒吉尼斯，然后它是很浓的那种黑啤，但是如果你凉着喝的话就没有那么的苦，然后上面这一层是奶沫，它那个口感喝起来就像我们喝奶茶那个奶盖一样，就是很绵密，然后还甜甜的，特别好喝。我们的生蚝来了，我们点了六个，然后这个是椰酱，然后放在上面吃的，然后这是一上来的这个吉尼斯啤酒，先尝一个吧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呀！你怎么好吃到都翻白眼了？好吃。我们等了一个小时，终于上菜了。助理都点了，这个是羊煎肉六小时慢炖，羊煎肉是这里的特色菜，然后配菜是鸭念，然后这个呢，我点这个是鸭胸肉，然后是半熟的，所以它是粉粉的。你的好吃吗？好吃。鸭胸肉也很好吃。Going down that road, feeling mad. When I'm
个飞手飞过去。